开始录了。对，没电。刚刚都没在充，现在是边充边录。好吧，那走了。没人了。吧，这边才是东莞山啊。都是啊，这个地方。好吧。你要拿，你要拿出你的手机来录。我这样手会很冰。要吗？算了啦，我刚影片如果要剪，就是这一段呗。这样可以剪就好。有要剪吗？Thank you.
沿海、啊、哦，这个角度下去一点，不用往下走，我想要下去一点啊，我要跟你拿相机啊。哦，我以为是我自己要拍，这样不错吧。嗯，刚好一格，这还不会散，他们下面就是阴天就对了。那个人停住了，算了，本来想要完全没有人的，但他就给我停在下面。你叫的越大声，来的人越多。拿去啊！我要套一下没？不用不用，卡住。来，你说人呢、哦？你要往你后退一点，就是。好好好好好。好好好，咦，刚刚好，还好今天有来，哈，没有，不然就只有烧耳塞。你要摆 pose 吗？好的，还要吗？好，好的，啊，好，好，换你，你先看，好的。我都是横拍吗？还是直拍？直拍，为什么又不横拍啊？那你再来。很奇怪呢，风景云就很宽，你可以半遮，我不介意。我这样好像会不会比较亮？有一点头的地方。对，那我再下，我再下去一点呢。好的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你已经够了影。好了，那值得也来一张，因为刚值得好黑哦、喔，值得呢。下面有两个人，不管了，没办法。好，值得，值得，刚值得没有亮的。好，看一下、啊。你要在我下面吗？没有，我等一下滑下去就好了。你先看一看，觉得 OK 吗？好吧，可以啊。我是觉得你啊。山那边比较多，你为什么留树在弄到快一半了？明明就是这边比较漂亮，然后你这边树占了一半。好，再来啊！你知道我的意思吗？再来，再来。你知道我的意思吗？来，都拍，都拍。好美啊，好的，值得，你、欸、值得就不用了啦，欸、值得也要，因为你刚对的景不是我要的。好，换。那我 check。哎呀，你刚就是那个这边树太多了，我帮你拍都是树的。来，你确有帮你拍都是树的，你喜欢树，我给你多一点树。刚才树站了这样吧，好，你刚刚就是拍成这样，对，前面一点好吗？我刚在这，哦，不对，你太后面了，你可以往前一点吗？我要给你很多树啊，那这样子，看不看我？故意的、哦，一二三，好，一二三。我还是给你很多景，因为你自己就站很后面，我刚刚比较前面。嗯，不叫这边什么？你到底哪边的树？是哪边的树呢？好，看我，看我，是说你站的位置跟我刚不一样。当然不一样啊。好，看我直的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好，可以了吗？好，可以。而且这是被太阳晒亮的云海。现在云海比较亮，你可以。你要再拍几张？我要再拍一张。亮亮的云海，这应该看得出来我们在拍什么。看不出来，会不知道那是云海。哦，叫酸，等一下，你等人走啦。这个雪也很亮。等人走嘛。能拍先拍，人走再拍。
好笑。你为什么要小声？扁扁，这里有人吗？我想扁扁会被录到。已经录到了吧？他们就是不走。我怀疑那个缆车就是那个，就是新缆车，我看到的那一条。所以我已经快到吃午饭的点就对了。啊，就是啊，下到底就是啊。你再滑就会卡到。我肚子好痛哦，我肚子很痛。哎呀，他冲进去了，可恶。没有，算了，我已经拍到了。我算了，完蛋了，我肚子真的很痛，我必须去厕所。好，就一直滑下去啊！我之前是来回的。我跟你。做铁的哎、欸，啊，他居然做铁的、欸！你是说撞上会怎样吗？没有，还是说飞下去的话会更惨？对啊，所以我说他居然是做铁的。你看这一段墙壁，这个高度冲过去应该用撞到铁的还比较安全吧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！我说我是说这段是很危险的，所以他居然做铁。坐中管山顶，啊，冲过去，冲，哎、欸，那是人是下车哎、欸。拱多拉高天远，东莞山拱多拉往右，那边一下来之后有一个冲过去的那个路桥，嗯，你看这两个人，他会转向冲过去。哦，你说下面啊、哦？对，我们刚才坐到东莞山顶，哎、欸，东莞山顶，接着这条又可以再滑一次。你想再滑一次吗？还是直接去目的地比较快？哪里啊？目的地那边接着往右滑到底，那是江岸头。对对对，我就要问这边大大条就是。所以那边就是，然后前面那个就是三芝站。所以先滑下去。好，那去哦。还是你想坐？我没有啊，我只是说现在有这个选择，你要不要？啊不，东莞山顶也可以，下面也可以，下面。什么意思啊？东莞山底有厕所吗？有啊，你就去过了吗？我忘记啦，那就东莞山底厕所啊。可能下面比较快啊。
比较快，是不是？我好像对这里有一点点印象。哦，靠腰！我好像站得太边边。掉下去啊！哎呀！我们没有在这里上过厕所吧？没有。只有一间哎，不好意思。怎么？不是啊。你在哪？我在后面。还是你去用多功能？不要了。不要，只有一间，我不要在这里上。哦，好，要走了。这样很尴尬，臭臭就臭臭了。那就上去啊。山顶放过，你觉得山顶更好？山顶有厕所吗？我们就去过啊。我在搞笑，哪一个是东莞山啊？东莞山顶就是我们在外面拍照，一直拍照，还有吃过午餐。
就研究过，它一定有路可以开上。汽车啊？不知道怎么上来的。巴士站吧。住这里是ski ski啊，晚上哪里都不能去。
都一阵阵，没有响。啊，没有，竟然没有响。按下去就。